男人也能很妩媚，经典美照这样拍。这个是鸭子做外拍的一个，这不好做，要想象自己是女生。最难的应该是男生下面那边吧，就是扎进去，怎么扎？缩阳入腹。比女人还女人，他们竟是男儿身。有一次就是要跟我的男朋友的家人们吃饭，到最后其实都没有发现我是男生。就是国小的时候有被女生告白，告白，对，我跟他说没办法。你那边有一个长发辣妹哦，哎，身材蛮好的，是你的菜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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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哥，我有空。同学来了。什么？他居然是男生！哎呦哎呦，你鞋你什么拉什么呀？你鞋冲他啦？什么东西？是不是站在这个位置都要戴假发？而且对啊，对啊，那狗丢嘞，哎丢啊，哎。跟吴尊什么的，大家都要戴假发啊！好啦，总不可能是他戴吧？哎，不是，其实你戴还蛮有个性的，我凭良心讲，有吗？我觉得古装吗？哎，有一点赵又廷演古装的感觉。夜华，夜华，三生三世，十里桃生，对呀，十里桃生啊，十里桃生，对啊，桃生，你比较像，你比较像狡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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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啦，时代不一样，有没有？现在很多男生，你的意思是说你比较中性，是吧？可以啊，就男生现在也可以穿女装啊，哦，可以可以，中性打扮越来越多，但是头发可能不能那么乱。但应该是要去一趟发啦，对，太乱了啦，发质好差，对，跟小包比起来差很多哎。阿燕的头发都比你漂亮，真的。我觉得阿燕今天这个装扮不错，对，好像比本人讨喜一百倍。对，哎，我们之前那个有做伪娘的一集，有啊，然后有一个男生是扮女生，但是重点是他有老婆跟小孩，啊，有老婆，他还是喜欢扮女生，很特别，他是人夫啊，对，他是人夫爸爸，好。但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手术，平常就是以女生的样貌来过生活的。五位，biological male， 英文讲 biological male， 就是他们是生理构造是男生，但是他们是以女孩子的方式来过生活的。哦，哎，是这样子的。我们马上就来欢迎他们，好不好？首先第一位来，他欢迎我们的小一，欢迎小一，耶！哇！太瘦了吧，新雅语文，不要站在他旁边，怎么办？你们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只能侧着站他旁边。他太瘦了，你这个哎，这个脸，小一你怎么会这么瘦？对啊，你有吃饭？还好我今天没露腿。哎，对啊，还好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扮女装的？我最一开始是因为我国二的时候有玩 cosplay， 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有戴上假发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有觉得说，哦，我留长发好像蛮好看的。但是我真正留长的契机是有一次，就是那时候疫情非常严重，然后都没办法出门，然后我就想说可以开始慢慢留长我的头发。你的照片，哎，对，这是我那时候在 cosplay 的照片。哎，他男生的时候，男生小帅哥，很帅。小帅哥，哎，他当男生是我会喜欢的，你的菜，有点小奶狗的感觉，对啊，是不是？你在性向方面的话，也是自己慢慢摸索，对不对？嗯，就一开始是哎，我是跟女生在一起蛮好的，哎，就慢慢发现说，我好像想要跟男生在一起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对，就是我一开始其实国小的时候还是会有想要跟就是其他女生啊，然后就是想要交往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到了国中的时候，对，然后我就有那时候就开始看偶像剧，然后发现就是其实男主角会比女主角还要更吸引我。哦，对，原来是这样。你小时候看了哪一些偶像剧？哪一个你比较喜欢的？我的偶像剧可能很新哎。是语文姐吗？对对，语文在对，没关系没关系。他是真的阿 Ken， 我们也都有认识啊。什么？没有？那你讲看看，来来来，讲几部？那一部是在内地的一部偶像剧，在叫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。杨洋吗？杨洋啦，
有啦，谁演的？谁演的？杨洋啊，杨洋，对啊，杨洋啊，杨洋啦。所以你是大概从几岁是真正确定说，好，我就穿着女生的衣服就走出来啦，嗯，让大家都知道没有关系的。大概是在我两年前吧，17岁的时候。他怎么那么小？他还很小，19，现在才19岁。你看上面这些都是阿姨叔叔。没有啦，真正的阿姨是他。你那你是什么？没有，我还你叫我妈妈，你是姑姑婆。你是水晶灯啊，太亮了，太亮了，太亮了。好好好 ，OK， 非常欢迎小易来，我们等一下好好聊聊。谢谢你，欢迎小易，请入座，谢谢。哇，你看好瘦哦，比女生还女生呢。对呀，对啊，欢迎下一位。接下来欢迎第二位小俊，谢谢，欢迎小俊，小俊。这就是哪一个女学生啊？啊，不可能啦！就是女学生，不可能，神抓我，就是女生。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假装是男生扮成女生的女生啊？对啊，问题好长哦哈。再自我介绍一下，就是我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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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DJ， 不要说对吧？哎，这半夜如果他讲话，我会吓死。哎，他真的没有要装呢。你今年是几岁？27。27，看不出来啊，看不出来。而且他竟然在做这种表情，哎，这样。对啊，对啊。怎么会啊？哎，宇文不要做那个表情好不好？你好像跟就是嗯，对。我47，你怎样？他很漫画哎，对，就是他长的脸成女生，然后他的嘴唇也是很像小女生，是那种中二的。为什么会想要扮？对啊，从几岁开始？大概是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在网络上有看到。这声音实在太男生了，真的是太。你会有女生？你声音好 man 哦，太 man 了，我要笑。你不会啊？不会啊？你不会？你比如说我们只要扮女装，我们讲话都会变这样啊？像这样吗？这样，就是有点38的感觉。你才38呢，他是这样还嫌人家38，怕自己觉得很38。哦 ，OK OK， 所以会听说很漂亮，穿妈妈的睡衣，小时候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是有一次，就是衣服没有收好，然后我爸在我房间睡午觉，然后就被他看到我妈的衣服，然后他就打衣架起来，就是痛打我一顿，痛打你一顿，对。一边打的时候一边说什么呢？就是他没有说太多，但是到当天晚餐的时候，然后他跟妈妈就是在餐桌上面就是质问我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不是打赌输了还是怎么样？”他想知道动机是什么。对，然后说什么？你说当下也是觉得自己好像这个行为有点变态，因为以前就是。网络上面就是会讲说，如果你穿女装有生理反应的话，你可能就是你就是变态。变装，哎呦，变装癖，对，变装癖。你有变装癖，反而这件事情是不太好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个反应，可能是因为我也喜欢女生，然后也喜欢漂亮的样子。所以你喜欢女生吗？对，我喜欢女生。哦，你是喜欢女生？但我不能跟你交往啊，我会生气耶。我跟你讲，他是有女朋友。太漂亮了。今天录影，他是有女朋友。有，他有到现场。他有到现场吗？哪一个？在哪边？哪一个啊？哦，你是他女朋友。是，她是女生，她是女生，他们有一点夫妻脸的感觉，对，他们的状况很像，同类型，他们的同类型的，哦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小时候照片，小时候，啊，他长很清秀，清纯啊，哎，你以前是很阳刚，单眼皮帅哥的感觉，对啊，是阳刚的脸，好可爱哦，对啊，现在变这么多，可是他女生。所以你平常都是女生的样子？对，我现在是全部都女生生活这样。所以就你会跟女朋友牵着手这样出去，对不对？人家还会觉得说啊，就是两个姐妹，好姐妹这样，但她其实是女朋友。可是好酷哦，酷，赞，好吧，等一下再来好好聊。好，来欢迎你啊，请入座，欢迎小军。好，下面。还有怎么样？宇文，你的脸不是他腿也很细，他腿对，而且很直。对呀，你看，我看他手很女生，皮肤看起来很好。对啊，好棒哦！来，西小花，我们看你的手，我手也漂亮啊。哇塞，好像有差。哎呦，好像爪子，爪子，魔爪，好爪子，太痛！你一用力，那个指甲会变长，对不对？
好，这样指甲会变长。哎呦呦呦呦！好 ，OK， 接下来我们欢迎下一位啦。下面一位，我们欢迎 Bell。哎，模特，女人味十足，但是都好高哦。模特，好哇，请问你叫 Bell 吗 ？Bell， 对，我是 Bell。啊，声音，声音，哎，你是女生？你是 Bell， 我是男生。不可能，你声音是女生。声音，对，我原本的声音就是这样。你刚，你旁边真的吗？还是你后台有那个气球？柯南，吸完之后再过来讲话，讲话变这样子，啊，讲讲讲讲讲。会怎么变猪啊？要再吸掉，可能晚一点吧。可能晚哦，开玩笑啊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自己觉得说，哎，我想要成为女生？我从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就是女生这样子。从小，对，从幼稚园的时候，幼稚园，就是我会喜欢穿裙子，对，女生的衣服啊。那妈妈也会让你穿女生的衣服？不会，妈妈是说，对对对，喜欢而已。对。我小时候的认知是我是女生，但是我的行为蛮野的，蛮像男生的，还是会跟男生玩仔，就打打闹闹，当孩子王这样子。那有被排挤吗？就是你那么小的时候，大家会觉得，因为我们小时候就稍微有一个人这样跟人家不一样，耍一下奇怪的，他娘娘腔，超奇怪的，你好奇怪哦，这样就会这样跟他玩啊啊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小时候有，还是有，对。但是你都怎么面对呢？你都是因为我是孩子王，毕竟我很多小弟小妹，就是胖虎啦，他称霸，胖虎啦，他也是大姐头了，两个身子，寡鸡桃啊，还有他的势力，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他的，看一下男装照，应该是帅哥吧？差很多，差很多吗？看一下，哇，不可能，好阳光。其实也蛮像女生的，而且她瘦好多。嗯，对你有为了有刻意减肥吗？变女生的话，这个 look。嗯，以前比较没有节制的时候，最胖我胖到115公斤。哇！115。那你现在这样瘦多少？我现在就是69。哦，瘦50公斤哎，怎么十几公分啊？你那个180了，180，69而已。天哪！西小瓜身高多高？关你什么事？你出去，出去！来节目不回答问题，因为我真的太胖了，我最近真的好肥，他们真的好瘦。对啊，我刚刚不敢站起来。你站起来，站起来吧！拜托了，水晶晶啦！不会啊，哪有哇？还好啦，是你那个胸部装太大，胸部装太大了，胸部太大看起来很胖。你那两颗水晶灯实在是太大，太大颗。他们说今天要穿的啊，车头灯。哎，我真的要跟大家解释，就是有穿不是有做手术的话，就不算是今天这个主题哦，就是它会被归类在第三性，是因为它有隆乳就有隆乳，就是因为这个是装扮，它是假体，就伪娘就是只是扮女装 ，OK 啊。对，然后如果像我平常这样子化很浓妆表演的话，又叫变装皇后，变装 queen， 对 queen， 那应该是喜欢男生的吧？对，哎，我从小时候就是从来没有试过跟女生交往吗？小的时候有被，就是国小的时候有被女生告白，告白，对。我跟他说没办法，哇，真是没办法，让他心碎。欢迎拜拜，谢谢。OK，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妮妮妍，妮妮妍，妮妮妍你好，妮妮妍，真好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哇呀，哎，他是不是跟阿燕去同一家染发店？同一个，有点同一个路数的，没有，因为听说他是最近才开始扮装的。你好啊，新手，打个招呼。那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他比较新哦，他真的新，他真的比较新。爱这样哦，对对对，你有喝酒？他感觉是尾牙公司，尾牙强老板强迫他要这样，就是进公司第一年啦，还没有熟悉过，应该会跳阿妈会卡啦，对不对？会吗？就是第一个跳的，不会，新人太新了，他会啊，贝尔会啊。The King of the Run， 你看都会嘛？准备了，会跳嘛？哎，对，哎，语文，
以为你来凑热闹。雷卡波特。他完全不会，他跳得很爽，所以他是算是刚踏入这个没有多久，对不对？新手研究大概一年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啊，你是有交女朋友还是男朋友呢？嗯，我之前有交过女朋友，然后去年刚分手啊。宇文想要问你一下，如果你的另外一半突然有一天这样子，哎，女装打扮出现在你面前。这样你 OK 吗？东东要做什么都可以啊！真的假的？东东要怎么样都可以。真的吗？就是不可以拒绝我。哎呦！哎呦！等一下，就是说他有一天他是穿女装，然后他想开了，约会哦，要约会，然后也化妆哦，化完妆什么，然后就想要跟你亲热这样，你是可以吗？哦，我可以。如果说不，当然我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比如说。他本来是我男朋友，他有一天说他想要变成女生，他不再爱我了，那当然不可以啊，我会很难过嘛。那我也会成全他。但如果他只是说他喜欢女生打扮，问说我可不可以这样跟他走在路上，我百分百 OK。哇哇，尊重哇，这个思想很超前的。我喜欢他，可以自由做自己啊，只要有我都可以接受。太多嘛，你这样弄得下去，对方基本上只要是动物，好像都对啊。不是因为表示他就是还跟我是正常的，就觉得他还爱你啦。这听起来很肤浅，但这很重要啊。是是是，对啊，最真实，没有错啦，对不对？但我不得不说，他才近一年的话，他腿毛很干净呢。他腿不会长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镭射吗？还是说有去蜜蜡除毛？对啊。哦，我一开始是先蜜蜡，然后来发现说不行，长太快，我就用拔的，就拔的，这样很麻烦，拔一两个小时。对啊，痛哎，想很累，镭射，然后后来就觉得。啊，不管雷射，哎，欣雅也是有雷射吗？还是对啊，怎样？她是女明星哎，我以前怎么突然转？多年前跟欣雅演短剧的时候，常被她脚毛绊倒。都已经雷掉了，太长了吧？现在全部很干净。请问他是拖把吧？不是，怎么可你要跟他腿碰腿才有感觉吧？怎么会？没有啊，就演短剧的时候啊。然后呢？对啊，常会在排练的时候啊，在讲啊。我们来看一下看到他的腿，男生的时候的照片啊。来，看安心啊，男生的时候的照片。来来来来来，拉一点男生的时候。其实可以耶，日系，好日系的，日系虽然也很日系。你确定你不是来凑人数的哈？没有，你不是我们的实习生吧？不是，因为很有可能以前有一个黑衣人，对啊，他会装扮成任何样子，对啊，黑衣人，因为很容易被识破了。他强迫攻读生来，对对对，这样会回去爆料公社。真的哈 ，OK， 非常欢迎你啊，谢谢，大家好好聊聊。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位了，来欢迎我们的 Rose 娘娘 ，Rose 娘娘，欢迎你。Rose 娘娘，你好啊！你好，哎，女生呢？哎，感觉起来很活泼。对啊，你也是这几年才开始扮女装吗？我大概6年前在20岁的时候啊，嗯，20岁的时候，你声音也蛮女生的。声音对，其实对啊，嗯，是吗？有，也是一开始就像他们一样，就一开始觉得自己是女生吗？没有，其实我一直在探索这件事情。我一开始以为我只是一个可能同志。那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学姐那进戏办的时候，她就是已经是短头发，然后也会穿运动内衣，就是有胸部这样子。那我一直以为她是女生，但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个，也是一个跨性别者。OK， 对对对。哦，所以你是看到她这样子之后，你觉得说，哎，我也希望像她这样一样。对对，或许我是这样路线的人，然后我就开始留长发了。嗯，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她男生时候的照片。是什么？不可能。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我差很多吗？男生的时候，是嗨咖。我拿照片。碧海日记。嗨咖。碧海日记。有了。算是好嗨咖了。好像我的朋友。好嗨咖。嗨咖变女生。对啊，都是比较讨喜的嗨咖。比较讨喜。对。好，欢迎 Rose 啊，欢迎你，请入座。
哎，我跟你讲，今天要好好聊聊，因为哦，他们现在可以坐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其实过去一定都有一些不为人知发生的事情，都会让人家有一点难过伤心，有些干苦谈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被所有亲友当怪胎啊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爸妈都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可是逢年过节总要回去见亲戚。对。那我们回去的时候，我可能就要跟我弟弟借衣服穿。对。因为我的衣柜，你有弟弟。对，因为我的衣柜完全已经没有男生，都是女装了。对对。那长辈呢？长辈比如说阿公、外婆啊那些，他们就我说：“哎，你头毛留下等于冲什么？就是头发为什么留这么长？”卷发。对，我就说我要卷发啊！真的、啊，对，哦，喂，好聪明哦，哎，哦，然后你就捐给了西小瓜那个，这一顶是不是你的？啊，很长的这一顶，是你的吗？好，那其他几位是家人是通常是支持还是反对？除了贝尔之外，嗯，对对，一开始是很反对。小军，就是因为我们还在习惯小军的声音，声音跟我一直想说脸太不搭了，声音对啊，而且他的声音是有吃槟榔的那种。我不知道他好像是前一阵来我家换那个冷媒的冷气师傅啊，对啊，小军。就一开始是跟阿公阿妈住，那老人对，真的，上一辈人对男扮女装可能蛮冲击的，所以说一开始就是花了蛮多的时间去沟通。那一开始其实在女装的时候很怕被他们发现，那我可能就是会要带着一大包的女装化妆品，然后到出门捷运站的厕所去化妆，好辛苦，对，就又臭了。但是你是在男厕化妆吗？是。是不是一开始在男厕化妆？在男厕，那不就如果男生会看到你化妆，会不会？会，但是总避开你吧，因为吓到，哎，怎么会有真正的化妆？也是会，但是如果是要进女厕的话，一开始是男生样子进去，那会被抓，女生会更难，对啊，不行啊，对对对，最近就是这几个月啦，然后有去接一些外拍，那就是有分享给家人，那他们好像哦觉得蛮漂亮的，就比较能接受。那这边有那个外拍的照片，哦哦哦，哎呦，哇，漂亮，好看的，哎呦，像花魁那样，哦，对。可家人就比较能接受，对，因为后来发现好像阿公会比较反对，那他是比较爱面子的人，他可能就会比较怕邻居会觉得我很奇怪啊之类的。那我就是努力的转变自己的样子嘛，那后来邻居就是，哎，孙子也蛮漂亮的，哎，对对，那他就好像有时候变得蛮开心的，哎，真的，对，所以不是是哦，是怕丑而已，他不是怕男生女生问题，他是怕丑，怕不狼狗肉啊，哦，有狼狗肉的好啊，睡得饿啦，安尼哦，哦，他这样 OK 啊，这个是一个鸭子做外拍的一个，啊，这是女孩子的动作啊，这不好做。这个经典姿势，经典姿势，我们这边都没有几个女生做到。对啊，立冬，来，立冬，鸭子坐是这样子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嘛。然后呢？哎，对，脚，你要有点少女心，少女心，对对，少女心就下去。你筋也太硬，没有，你要站起来，要站起来，对啊，筋要放，对啊，对。那边脚要打开，教一下，可不可以教一下？这些动作，他哪里要？你是青蛙啊？青蛙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应该不是吧？你要做，要这样，然后要想象自己是女生，然后就下得去。哦啊，这样子哦。啊，准备还没开。哎，真的啊！哎呦，我有魅力。对啊，哎，我还是做鸭就好了，我不要鸭。做鸭，他好厉害哦，好强哦，但我跟你讲不行。他这个，他整个人很女哎。怎么样，阿燕，你也想要示范是不是？来，试试看。来，阿燕，你看，阿燕加油了，是我们班最正的女同学。其实她可以，我们千万，她其实真的很适合这个圈子，我们千万不能耽误她，她其实有她可以发挥的。等一下，我也想补充一下，因为我也很有印象，就是我第一次扮女装的时候是为了要跳女团舞，我想说扮女装比较还原，然后那时候刚好发现洞就有被亲戚看到，然后原本那时候刚好是除夕那几天，然后围炉的时候就以为完要被骂了，结果反而都是被称赞，然后说真的很漂亮。对，那就是因为男装的你太讨人厌了。太讨人厌了，亲戚也是希望你扮女装。为你好啊！他们说我是平民版的蔡依林，哎，还说我可以去选秀。蔡依林会告
真的，不信的话，老师 music。有找到自信，找到他真的，他很有自信耶，真的，真的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是男生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常会骂他，对，很凶的骂他，真的骂不下去，他这样子我们骂不了。他哪有？他眼神不一样，我们还尽量要鼓励的，有没有？可以哦，好，亲亲，来啦，对，音乐不停，他不会，不会停审，你看，好棒。不错不错不错，我觉得蛮棒的。七小瓜，你教舞教了那么多，包括 Twice 的子瑜也是你的学生，请讲评一下。没有，不是不是，觉得周子瑜现在后面有点生气。我这句话讲的太多，太心虚了。对啊，不是不是，因为阿燕平常之前我看到她男装的时候，我就会很生气，因为她都会就是想要讲好笑的或笑话，她又不好笑，然后整个都没有梗。他刚刚就是一直在那个后台化妆的时候，他说小瓜好漂亮吗？然后一直跟我这边大聊特聊，还说我最近很想要跳那个谁的歌谁的歌，然后我就说哦真的哦，鼓励他这样，然后就他就自己一个人哦走到那镜子那边啊踢踢踢，然后我就说阿燕你再给我这样试试看，但他真的找到自己了，我也觉得很棒。对，我要分享一个故事，就是我之前在夜店有搭上一个女生，但结果她是伪娘这样子啊，那个女生是真的，我讲认真，长得超正，然后到后面我就不胜酒力，我就自己去厕所吐了这样子，然后在吐的时候，我吐到一半就有人在帮我拍背，然后拍背我就转过去看是我搭讪那个女生，然后我说哎、欸、你怎么在这里，那个安管没有拦你嘛，她说啊大家都有哪有差，我就说哎，真的假的？那我要继续装醉吗？还是我要清醒了？对，之前我去韩国也是遇到这个啊，然后我也是这样女装，然后那韩国人就要跟我搭讪，可是因为他不会讲中文嘛，他就用那个讯息，然后他就说，就是你一个人吗？然后我就说对，但其实我朋友在旁边，我想说我要被搭讪，然后我就说对，然后就后来呢，他就说就找一群人打你。没有。必要不管，他要先去。对，七小花是不是一个人？一个人打啦！西班牙，西班牙运出来了。他说，他直接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说，他就翻译，他说，你要不要跟我回？你想不想跟我回家生小孩？哦。然后我想说怎么办？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，我生不出来。他以为你身体不好，对，他觉得你身体不好，他问我，对，他说为什么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回他说我是男生，然后他就这样子，因为你要交给他嘛，他就原本这样微笑，一看他这样，然后手到好重，一夕之间我找不到这个人。找不到那个人，听说那个男的还在跑，还在跑，没有停下来，还没有停下来。大家还有什么困扰？我们再来听听看。来，无时无刻都要假音过活。哦，这个好累哦。是吗？对，因为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就是要跟我的男朋友的家人们吃饭，然后因为我男朋友的哥哥是职业军人，比较严肃一点这样子，然后。就是有一点小阶级这样，然后他们吃饭就是要坐得很端正，要三分之一吗？对对对，然后他不知道我是男生，就是哥哥不知道我是男生嘛，然后我可能就是吃饭的时候，我就要一直在夹声音说话这样子。哦，对对，可以听听看你的假音吗？啊，你的就是我可能会说啊，可以帮我拿一下吗？哦，有一点娃娃音，鸭子音，那所以他不会被识破吗？对啊，就像对啊，刘姐说抽烟抽比较多，吃饭的过程中没有被职业军人发现吗？没有被发现吗？有时候可能会变小龙，不是小一这样子，会突然就这样。小龙 ，Hello， 他没有。后来他从头到尾他都没发现是吗？对，就是他到最后其实都没有发现是。我男朋友发现，就是怕他就突然发现这个事情这样，然后主动告知说，你有发现我女朋友是男生吗？这样，然后结果哥说，我完全没有发现，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是也有尽量不讲话。其实生活上会蛮困扰的，是因为像我们的证件资料上面都显示当然还是男性，就是生理上面。那可能我们在讲电话的时候，每次都会说，哎，请问是某某先生吗？那我就说，哦，我是本人。他就说，那要跟你再核对一下资料，因为你的
声音听起来并不像。会这样说吗？会这样子？会。真的、哦、会，他们会觉得不应该跟他们太女生，你的声音太像女生，或是他们会说，哎，请问本人在这里吗？我就说，哦，我就是本人啊，对，我是本人。那你不会就刻意就直接转换，就是他可能在询问的过程就会，哦，我的身份证号是这样这样这样，还是女生呢？这位妹妹，你可以不要装男生的声音，我没有发现哦，我们电话都有录音，糟糕了，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他们多多少少会有的困扰，对不对？西小瓜他在当兵的时候是哇。那个时候你是用什么样子的？你一定很快乐。男生啊，可是因为那时候，因为我就是，比完赛的时候去参加，然后那时候比赛都穿高跟鞋，然后都是变装这样，觉得自己是什么皇后女王。突然要去当兵的时候就要剃光头，不能化妆，我就很压力很大。然后我说怎么办？然后我想说那就戴口罩去当兵好了。然后那时候还没有疫情，我就一直戴着哦。然后戴着的时候，因为我那时候叫23号。然后你就要点名嘛，然后我又怕被大家就是想说我是就是太女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想说好，我要装 man， 他就说23号，然后我就说哟，哎，中气十足哎，不错啊，表现得很好。哟，然后那时候有时候声音会不小心太高，就很像高飞哟，高飞狗哟哟。每天处在这个状态哦，可是后来这件事你知道怎么被发现吗？因为我们就要去校歌比赛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义工队了，然后所以我不用就是做什么训练，然后他就说那你23号你就来当那个队长，我想说哎、欸，怎么会被发现？因为大家怎么知道我会音乐这件事或舞蹈？就后来全班就放假以后在群组，他就说。23号，那个你要不要带女装？我想说，怎么会带女装？怎么会嘞？然后他就说，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是谁啊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天哪，藏那么久，我藏那么久就跟疯子一样。对啊，大家根本从头就知道了。然后大家就说，那个比赛歌唱比赛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带女装？然后戴假发？我说不用，没关系，因为我自己会戴。不用提醒我。然后我就收假的时候就带了假发女装什么去那个军队这样，然后他们这样一打开成功领哦，他就说这什么，然后我就说表演要用的，然后就让我进去，然后我就还这样勾一下头，对我还穿女装什么，然后化妆，然后我这样跳大跳，最后我们就得了3名，然后我就这样还让大家就是可以多放假，然后后来从此以后我就不用再装这个声音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谁，以后所有人就是会来帮助我，像比如说我开始要洗碗什么，他就会说你是明星不可以洗，我说哦好的。然后我就后来他不是就还是会点名吗？他就说23号，然后我就说要。但是我是平头这样，所以后来就过得很快乐。小花已经有这样的经验，对，当兵的经验，当兵的经验，你今天要不要带着大家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，好不好？我是女兵啊，我女兵日记，一起不行啦，要当兵的感觉，当兵踢正步，几位你会好奇吗？对对，好奇，有，现在都还没当兵吧？有没有？有当兵？有吗？当了，我没当过。哎。哦，好好好，我们一起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有请。来，听指挥官的话。哎呦，原地踏步，踏。一二，队伍报数。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哦，你的前进图是刺针。练习图是刺上上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你会这个？他很厉害，他很厉害，他很熟，怎么熟练了？他很熟过兵啊，当过兵啊，当过兵啊。哎，其他四位怎么没有跟上呢？其他四位要跟上才行啊。来来来，小一开始好了，预备备，好不好？来，小一，来，前进图是刺。不是，不行，没有当过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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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那再换，来，小军，小军。前进图是刺上刺上，连续图是刺啊，怎么连续连续的连续上上？你他看起来是像蓝记者对啊，对啊，不太像前进图是哎，这女生的没有没有，没有也没当过，连续图是刺杀刺杀，连续图是刺杀杀。哎，你的声音不太搭嘞。对啊，不会这样子。哎，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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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吧？
点。认定主旨是杀，是杀杀。哦，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最厉害的还是这样，厉害，超厉害。来，限定主持人，刺杀，刺杀，刺到宝，杀杀杀杀杀，掌声鼓励。好，你们结业了，可以是可以回到第一次看到的吃到宝，而且他，对啊，他有一个脖子，然后跟手的，对啊，为什么可以刷？感觉厉害，不错不错，很棒，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，谢谢。请回座，请回座。好，还是要问大家，在变装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觉得什么事情是很辛苦的？最难的应该是穿那种比较贴身的，像是泳衣。哦，泳衣啊，对，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应该就是男生下面那边吧，男生那边看不太出来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也要试着把自己藏起来这样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我去网络查，就是发现。他们有教一个，就是塞进去吗？对，塞进去。怎么塞？缩阴神功没有。其实男生小时候那个蛋蛋都是在人体内的，是长大才掉出来。所以你就是要把那个放进去。对对，再放回原位。什么？蛋蛋可以塞进去？对对对对，蛋蛋在里面有位置。缩阳入腹。对对，是理论上是可行的啊。我自己有，所以你有试过？我尝试，可是就是很难吧？可能我觉得那有点天生。就是洞比较大才塞得进去啊，对，就是它掉出来的洞，不是，应该是说像我们变装的时候，其实都会贴胶带在下面，会会会，然后它就必须会把它整个全部打包成一袋放进去里面，对，因为它还是只是一个软的嘛，所以它就可以把它放的比较有弧度，它不是说整个平的，像收纳包那样，对，把包起来折一折这样，然后像润饼皮一样。那胶带撕掉不会痛吗？会，所以其实每次变装的时候，那些 drag queen 们很辛苦，这样是贴在皮肤上的吗？对，像后来我们就可能不会再用这样的方式，就是用穿可能三层的女用内裤，然后丝袜什么什么这样，把它压掉这样子。但这一路上，只要你一穿了以后，就是基本上都不能上厕所。哦，也没有穿，因为它不能，你看它有，哎，有。哦，那时候就是素颜，那时候去垦丁临时买的，然后就想说穿看好了，就跟朋友去。嗯，啊，我是就是把它往后面折，对，比较会变得看不太出来这样子。了解了解。好，还有什么辛苦的地方？哎，因为好像蛮多男生刚开始穿高跟鞋的时候都会不太好穿，但是我自己的话是还好。然后重点是他们可能会尺码比较难买，就是因为男生的脚都比较大，但对高跟鞋的话就是都做女生的版，就比较难走。嗯，对，穿高跟鞋真的很难吗？男生有些人真的很难，一辈子没有穿过，对不对？立冬来试试看。这一集好累啊！你可以的，这双很美，穿袜子脱掉吧。哎呦，可以塞进去吗？比较好解，我跟你讲。哎呦，哎，好漂亮哦！哎，好看，东东，你穿这个穿搭好像华莎哦。And the music 走秀时间。M 字腿。哎，他可以哎！我教你咚咚咚咚。这可是这个重心很难啊！我教你，我小哥教一下。我教你，因为那个脚要伸直，你女生穿高跟鞋膝盖不可以弯，所以很常去那个夜店结束以后会看到东区很多很像马的女生，她们走路会这样子。对，太累了，太累。穿高跟鞋太累，所以你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脚伸直出去，膝盖要往后仰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教一下，教一下，对啊，然后加快，对啊，每次有啊有啊，白天跑，哎，真的耶，转身，然后起，然后走，哎，哇，所以你不只是周子瑜的老师，你也是张立东的老师，哇，差好多，差好多，哇，哎，他很会教，真的很酸呢，好高，这真的很酸，而且你走，哎哎，结果你跌倒了，老师，老师。老师，刚不是还教好好的吗？老师小心，要教别人穿高跟鞋，先把自己的高跟鞋穿好。奇怪了，你平常跳舞都穿着高跟鞋，怎么走路会？你就踩到是不是？踩到线哦，被线绊倒了啦。哎，好丢脸哦！真的，很丢脸的。他已经很会穿高跟鞋，这
这可能只能解释天谴。太厉害了。但徐小光，你曾经收到一个什么很感动的鼓励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其实，在那个，因为我一路上其实都没有被算是认真的被霸凌，然后除了国中的时候，可能就是有被同学，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你很娘，所以就被拖出去。我被拖去那个后操场打，然后真的，然后同学们也会说，哎，你有小鸡鸡吗？然后就会脱你裤子什么的。可是这件事其实我对我来说也还好，没有一直放在我心上变成是一个什么压力或什么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。那到后来我就当兵的时候，一路上都很顺遂，然后突然我就收到一封信，然后那封信他就写说，小瓜，其实我真的好羡慕你，就是你不用去伪装自己，然后让大家都还是很喜欢你这样。他说，可是他在他那个营队里面，他是必须要伪装自己的身份，然后他说他就会被霸凌，所以他没有办法跟别人聊天，没办法跟别人互动，所以他在那个一年当中，他是非常很难过、很辛苦的。所以他就变成是说，上课的时候他都可以就是来分享他的心情，我都会说，我们可以让我知道你今天的心情是什么，就是他就会写一封信，所以就变成在那时候，我就变成是他的一个抒发心情的人。然后我都会跟他说，如果今天有人你被欺负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们这个营队的人都会去帮你。就是出气这样子，然后后来到现在，此时此刻，我真的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真的他们对我很好，因为像我们其实，在当兵的时候都不能喝饮料跟吃饼干，去便利商店是不行的。可是那时候他们都会说，哎，小冠出来一下，对，然后给我饮料或饼干，然后我就会分给大家吃。所以其实后来那时候就大家对我很好。所以最胖的是有到几公斤？你说什么？听不到。真的很危险，就是一路上我觉得大家现在也越来越释怀这个中性的这个角色，所以我觉得台湾是一个真的很棒的地方。像之前我就听到有一个地方，他是变装的，他没办法讲出他自己是伪娘或者是第三性，他是被人家枪杀掉，然后所有人还就是鼓励，因为他是网红嘛，然后鼓励说耶什么，然后可能还要把这个法去删除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，然后可以让大家多包容。真的，我觉得反而跟就是姐妹相处起来，他们因为他们很认真把他们内心的自己抛，就是带给大家面前看，所以我觉得跟这种朋友相处起来特别的安心，也特别的就觉得不用有那么包袱。我其实觉得大家不用太害怕表现出内心的自己，因为其实你展现出来，我们对这世界是没有坏的，它都是好的，就想展现自己。我觉得勇敢的做自己就好，不用太隐藏自己，就勇敢放出自己，大家也会接受你这个人。我觉得多少一定会有人是不支持你的，但你可以选择屏蔽那个声音，不要去看这些你不喜欢的东西，就可以自己会调适得很好。OK， 我觉得这个自我主宰啦，对不对？你的宇宙是怎么样，是你自己建构的嘛？你如果一直被那些负面的声音影响到的话，那你的宇宙就越来越偏向那边。是 ，OK， 好，这个往后的节目里面，我觉得要多多邀请我们今天来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大家都应该要受到保护，受到尊重啊！谢谢你们啊，谢谢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因为这个 App 非常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、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